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高雄的杰克飞。那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呢，酱香总会炒菇。那首先我们这是我们四个菇的食材，分别有金针菇、香菇、杏鲍菇跟袖珍菇。那我首先第一个步骤，我会先做食材的简单的处理。香菇的处理部分，我们就可以先把它的梗给拿掉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很简单的做那个切小丝的动作。那在杏鲍菇部分，我会建议是先把它给切对半，然后再做切丝的动作。那最后袖珍菇的处理其实很简单，像我的方式就是把它一条的部分我就把它切成一半。 OK，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菇类放到锅里面去把它熟成，所以我们首先火的部分先开中小火就可以。那我们第一个部分记得要先下金针菇，因为它会有个起一个勾芡的效果。所以我们第二个要下的菇是香菇，那因为香菇它本身会有出水的效果，所以摆在前面的地方下会比较适当。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先盖锅盖稍微焖一下。好，那最后的话，我们把剩下的杏鲍菇跟袖珍菇切丝的部分把它丢进去。在这道菜里面的调味很简单，像我的习惯就是我就会放酱油，然后让它做简单的提味就可以了，因为菇本身就带点甜味，所以这样的调味事实上就已经很适当。只要炒到酱香味都确认已经充分的冒出来，就差不多可以起锅了。我现在是上班族嘛，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带便当到公司去，所以我就觉得可以选用这个菇类当作是一个快速入门，然后又简单烹调健康的料理，所以我想把这份菇料理分享给大家。